九八八新闻线，你好，我是冠贤。你好，我是香君。才一天工假，然后进入星期五，明天又是周末了，<laughs> 是不是个心情特别好呢？就是那种感觉，就是好像有一种小确幸样子。因为每一次我在工假回来那一天，有一点感觉就是像星期一，但是一旦发现今天是星期五<是>哦。 那就那个心情就更不一样了。啊、有一些人可能甚至今天也请假啊，就没工作。但不管怎样呢，如果啊你有出游啊，你有去 station 啊，你有去走走逛逛啊，千万要做好 SOP，OK，、okay? 这个是我们给你的警告。新闻主线。 哇，wow, 这个有好消息啊！就是驾照啊、报生啊、婚姻注册这一些事项呢，MCMC MC 在研究一个 App，让在这个 App 就可以全部搞定。欧阳玉靖说，疫情下还是有云交流，也催生了马来西亚和中国方面合作新领域。这里呢，这个是一个误团因为新体部长他就澄清说，健身房是还没有开的，他向业者道歉。 佛罗交易可能会让完整接种疫苗的外国人到访不需要隔离。佛罗交易旅游泡泡计划昨天正式启动开放，让国内的游客去那边旅游。那现在政府的下一步计划就是呢，允许外国游客包机去到佛罗交易 国家复苏委员会主席穆尤丁就说啊，一旦现有的这个旅游泡泡全面启动之后呢，他相信再过几个月，当局就可以啊对这个外国的游客采取一样的方式啊就开放让他们进来。他说到时候这些外国游客只要能够乘搭包机入境，那他们是不用被隔离十四天，当局也可以微调 SOP 来符合有关安全保障和医疗保健的问题。 那穆尤丁强调，国家复苏委员会就乐于接受可以快速让国家复苏的方法，但同时呢，也不会牺牲生命或者是人民的生计做代价的。正因为如此，政府为这个旅游泡泡设下了各种的防疫 SOP。 包括登岛之前必须要进行关病检测。那在这个佛罗交屿旅游泡泡开跑的第一天呢，卫生部就在机场还有港口码头那边为两千五百多人进行了这个关病检测，因为要检测，发现没有问题之后呢，才可以进去这个佛罗交屿。而这两千五百多人当中，有发现五个人是确诊关病的，那他们呢就必须要居家隔离十天。卫生总监诺西山他在文告中指出，佛罗交屿是国内第一个展开旅游泡泡的这个试点项目。 所以呢，这个试点的成功，对于确定下一个国内旅游泡泡计划的地点来说。 非常非常的重要。除了入岛要这个检测之外呢，波璃是旅游事务行政议员阿兹麦查，他也希望卫生部考虑一下，让佛罗交移离开的旅客要先接受官病的检测，防止有人从岛上带病毒回家。他认为一般上呢，游客会在当地逗留至少两天三天两夜，那登岛前的检测结果就算失效了，因为你已经去了两天三天两夜嘛。对。那如果情况允许的话呢，也让他们返程的时候在码头。 或是机场做检测，那接下来回程就更让人安心了。不过话说回来啊，我国之后呢，这个就是看到现在疫情非常的严重嘛、啊，嗯、那现在依然是禁止人民跨州回乡。 不过，随着弗罗交伊这个旅游泡泡开放，这个旅游景点就成为了有一些人民一家团聚的地方。这是根据马来西亚前锋报他的报道，他是有访问好几个这个受访者，就发现到说当中有一些人，他们坦诚已经很久，哎，我看到有个是已经差不多一年没有看到他的孩子了，哦、所以这些人呢就趁机就去到了弗罗交伊那边游玩。嗯、那个时候呢，就是可以跟他们在其他州属的孩子团聚，哦、不同的地方出发，然后去到那个弗罗交伊那边，比如说啊、呃，就是家人。 在玻璃市，他们就从玻璃市去佛罗交伊岛。那孩子在吉隆坡工作，然后从这里搭飞过去，過去然后他们就在那个中间点啊、呃、聚集，一起团聚了<對>哈。那不管怎样，看到佛罗交伊就是我国第一个旅游泡泡计划的试点的这个地点。如果成效好的呢，国内其他的旅游景点之后也可能会陆续开放的。像是霹雳州政府昨天就宣布，邦哥岛的这个旅游业呢会在十一月开放，而国内旅客在出发前需要先线上预先呃预定这个。 船票或者是住宿，来到今天，呃，这个沙拉越方面的旅游艺术及文化部长阿杜卡林也说，佛罗交伊的泡旅游泡泡计划之后呢，国内第二个旅游泡泡计划的景点将会是沙拉越。 他说：“呃，旅游艺术及文化部长南希苏克里正在考虑这件事情了，只不过呢，最终是否开放还需要经过沙州灾难管理委员会的批准。我看起来真的越来越多，之前不是还有说难民吗？对对对，之前好像是说第二个地点会是难民，嗯、但是现在说沙拉月那边应该会争取再开放。抢先 <laughs> 不过无论如何，对于国内一些想要去旅游的朋友来说，而且接种疫苗的朋友来说，其实算是一些好消息。嗯、那其实昨天的时候有很多就已经非常兴奋啊，就。” 讲、啊、这个健身房要开了，甚至有的健身房已经公布说今天重开，嗯、但这其实是一厢舞会。哎、<呀>就要跟你澄清一下，因为青年级体育部副部长郑连科他昨天透露，国家复苏计划第二和第三阶段的健身中心可以从今天开始恢复运作，但只允许完成接种疫苗的人士进入。只不过来到今天，青年级体育部长阿莫法伊莎。 他就是向呃网络媒体的 Vibes 那边，就是说到健身中心重开，这是一个误传的消息。他对此呢，向所有健身中心的业者道歉。他还表示啊， 副部长是也是被错误引述，或是收到错误的讯息。而清理部方面，现在呢，他们是会继续跟进健身中心重开的事项，意思是说还要跟进，还没有重开。是，虽然健身中心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重开，但是学校铁定下个月就会重开，会分阶段的就是开放。而当局也在积极的安排为学生接种疫苗。卫生部副部长诺阿兹米就说，在明年学校开始实体课之前呢，学生人数少于一。 千人的学校将会和邻近的学校合并，以加快十二岁到十七岁学生的关病疫苗接种过程。 诺阿兹米也是全国青少年官病免疫协调特别工作队 （CITFA） 的主席。他说，这个是为了要加快乡村地区和学生人数少于一千的学校的整个疫苗接种的进度。而青少年这个疫苗接种计划呢，其实下个星期一就会启动了。那诺阿兹米就希望在接下来的三个月让60，让百分之六十的学生就可以接种第一季的疫苗。在明年新学期开始前呢80，百分之八十的学生要完全接种疫苗，就是。 是明年新学期，现在已经是推迟到三月了嘛？哈，对所以就希望在接下来的可能五个月内呢，半年内呢，赶紧加快学生方面的这个疫苗接种。对，这些准备都是为了要学校开课嘛？那对于学校从下个月开始就会陆续开放，让学校学生可以回到学校上课，不同的人呢是有一些不一样的看法的。那今天早上在实施一百度的时候，实施评论员许国伟呢，他就认为说，大家应该是尊重家长们的选择。 其实我们身边有很多朋友都在称赞中国跟新加坡在防疫跟控制疫情呢是做得非常好的，但是现实就是病毒是防不胜防的，新加坡跟中国都难免会出现学校有确诊的这个情况。但是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其实也反映了，只要做好准备，学校仍然是要复课，仍然是要上学的。 所以，我们现在也看到说，国内教育部呢，他们也在努力做着要回到学校的这些准备工作。除了学校的 SOP 呢，还有包括说学生分批上课之外呢，他们也开始要为学生打疫苗。最重要的是，教育部还是一样，让家长有选择权，就是可以决定你是否要送孩子到学校。现在呢，我们在看到说这个教育部的各项努力之外，其实触动我的。 还有一句话是来自教育部长他的一个谈话，他是请民众理解他们这个分阶段开学这个决定的这句话，就是请民众理解，因为每一位决定要让孩子去学校或者不去学校的家长，其实都有面对的压力。所以呢，作为家长，我也想说一句，请大家理解家长的决定，因为在社交媒体上，每一个批评让孩子去学校。 又或者嘲讽不让孩子去学校的这些留言，或者是这些帖子，其实都在伤害着家长。为什么呢？每个人都在做决定，每个人的决定呢都有自己的考量跟理由。但是这些留言跟这些帖子呢，都在伤害家长，而且给家长造成很大的压力。不管家长是决定让孩子去学校，又或者不让孩子去学校，都请大家理解这些家长的决定。 反之，有一些像那种我在群里每次讲新消息、最新消息，或这些唯恐天下不乱的人呢，我就一句话要对他们说，那句话就是“滚”哎。所以，请不要在那边让人人心惶惶了，因为这个世道已经不太好了哈。<实><你>关于那个，就是啊，你先说、啊你，就是你的可能随随便便说一些让人害怕的消息，人家的压力会更大的。对，有的东西真的是风凉话，那可能。 留言的人，他一般不是家长，他就可以随意的批评家长做的决定。是就是你送去，他也讲；你不送去，他还是讲。<laughs> 那关于那个“滚”的呢？最近我觉得，我发现我的家长，就是年纪比较大的长辈，<laughs> 已经开始会分辨。 关于这种啊，公正正的、啊、最新锈这个类似这样的东西了。<laughs> 哎，这是好事，懂得分辨很重要哈。那接着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国内的疫情数据哈。今天新增一万七千五百七十七宗冠病病例，比昨天少了一千两百多宗，累计的病例超过二百零六万宗。 新增病例最多的三个州属跟昨天的排序是一样的。沙拉越州新增三千四百八十宗是第一，雪兰莪新增二千六百四十六宗，柔佛二千三百三十四宗。值得关注的是呢，霹雳州今天的新病例创下周内的新高，有一千五百九十六宗病例。那国内的这个疫情高起呢，跟大,大变种病毒是脱不了关系的。卫生部的 MyHealth 平台就说到，我国病例上升主要原因，相信就是出现了关切变。 变种的毒株，这是我们简称的 VOC，尤其就是 Delta。那这一个平台 My Health 他说到啊，Delta 变种病毒的基本传染数是五到八。 意味着一个人感染了这一个 Delta 就可以把病毒传染给五到八个人。至于其他的这个变种病毒，基本传染数是二点五到三，也就是说呢，Delta 的传染力比起其他的变种病毒是多了两到四倍的。那看到这个数据，截至八月三十号为止，全国一共检测出了一千两百零一宗的变种病毒的病例，Delta 就占了九百七十八宗了。现在 vote。 OK，来到今天我们关注的这个话题啊，就是政府计划让外国游客包机入境佛罗交易你认为呢？ OK，两个选项，第一个就是没问题，只要遵守严格的 SOP 就可以开放。第二个呢，就是不适合的，应该要先确保国内旅游顺利再说。就是一个 Love，一个 Wow 的选项，欢迎去到九八八的官方 Facebook 投选。我们都期待疫情好转之后呢，能够恢复跨国交流、跨国旅行等等等等。那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欧阳玉静也相信哦，关闭疫情好转之后呢，中马两国在这个双边贸易和投资等等领域的合作必定可以迎来。 新一轮的发展高潮。他今天是在二零二一中马企业跨境合作线上对接会的线上开幕仪式就说到，由于疫情的影响，中马各种展会啊和线下的交往啊都不得不暂时的暂停，但是不意味着两国的企业交流和经贸会这样子而停止。相反的，这个疫情带来的新常态催生了两国合作的新领域。 甚至展开灵活多样的云交流，就是可能是啊、呃、这个线上的交流。那欧阳玉静就说，根据中国方面的统计，两国这个双边贸易额和中国对马非金融类投资额，在今年上半年是分别逆势增长了百分之四十三点九和百分之七十六点三。那同时今天也看到，大马全国总商会总会长，他也是马来西亚中华总商会中总总会长卢成全就呼吁啊。 本地企业，你要抓紧市场的需求，加快的提升竞争力，以便把握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所带来的新商机。他也说，疫情加速现有技术的发展了，也加快了行业数字化的进程，这些其实都是协助经济复苏的一个关键要点。那面对疫情冲击的这个中小企业，如果可以善用政府推出的工具的话，相信就有机会可以让企业摆脱现有的困境。国际贸易部副部长李万峰他就认为。 他说，国家正迈向后疫情时代的经济复苏，本地的中小企业应该把握难得的战略机遇，善用电子贸易计划，就是 eTrade 平台等等各种的奖业配套，并且配合政府启动的数字经济大蓝图，借此可以进军跨境电商，接轨全球市场，为马来西亚优质的本地产品呢开拓更多的国际销路。他指出，电子贸易计划平台协助本地中小企业成。 其实有非常非常的多，那现在呢就有两项的这个奖业配套，第一项就是。 五千令级的进军电商平台初始成本奖业，这个是符合资格的中小企业的话，就可以借此去报销营运成本的费用。第二项的配套就是高达两万令级的数字行销课程奖业，参与的中小企业呢就可以去报销任何受承认的电子商务线上培训课程的费用。有关这个电子贸易计划的详情，你可以去浏览 triple w. dot 呃 m 就是 m a t r a d e dot g o v. dot m y slash e n l a s h e trade、er、是的，其实对于国家复苏经济这一块呢，经济评论员蔡兆元他是有一个建议的，他就说政府或许可以制定购买国货法令，强制政府机构买国货。不过呢，私人界方面，他认为说，因为私人界还是一个自由竞争的市场，所以比较难实施。他是对《新洲日报》说啊，政府没有办法永无止境的帮助商家和人民，而是要让商家和人民在越短的时间内呢恢复经济能力。蔡兆元还说到，购买国货肯定。 就会刺激内部的需求，帮助本地的商家减少马币外流。但是这个建议提了很多年，其实都没有严格的执行，实际的进行还是很少数。不管怎样，他强调在执行购买国货政策的时候，一定要确保本地的商品是具有竞争力的，特别是在啊两个品质相同的一个情况和有竞争力的价钱方面。否则呢，你强制执行购买国货还是没有办法得到很好的效果。 那蔡教员也提到啊，很多人、啊、其实忽略了一点，就是现在盛行的网购，其实在税制方面已经有不公平的待遇了，这导致本地的购物平台和本地的实体店跟外国的购物平台相比的话呢，是。 处于劣势的哈，他解释好像政府允允许国人向海外的这些购物平台买物品，就享有五百令吉小型购买免税的福利，就是没有征收这个进口税和销售税，基本上就免税嘛。可是呢，如果在本地的这个购物平台，或者是你在本地的实体店，同样的物品是要缴税的哦。所以他认为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消费者的角度来说，当然是物品便宜越好啊。结果。 都去了哪里？去了外国的网购平台那边买东西，而不在本地的这个网购平台买东西了。其实以我国作为例子，网购的平台已经非常非常的方便。对，现在呢要去呃开发的就是其他网上的一些服务，未来可能就会使用这个。 政府的服务呢，可能用一个手机的 app 就可以搞定，什么东西都可以在里面做。这是来自大马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 （MCMC），MC, 他们就是计划推出国民应用城市。它当中就涵盖了特定的政府和私人数字服务，其中包括缴付账单呢、啊，缴付这个交通罚单，更新国际护照、驾照和入税，新生儿报生也可以通过这个 app 去完成，还有就是婚姻注册等等，就是一站式的搞定。对我觉得婚姻注册有人就是叫排期啊， 这种东西是挺花费，对，花费一些时间跟什么，这个就很方便，而且东西全部都是可以在云端或者这样子虚拟的方式搞定的。那这个通讯委员会他就说到，政府通过数字经济去。 国家第四次的这个工业革命理事会的会议就已经在四月二十二号的时候原则上同意推行这个电子平台的建议。目前呢，就广邀大家，就是任何人有意见的话，可以去到网上那边参与问卷调查，提供你们的意见来协助完成这个应用程序的。现在十月六号之前去到这个 b i t dot l y slash。 at national 那边参与调查啊，这个网址可以去九八八看了哈啊。那除了要帮助人民的一些措施，针对最近的疫情，其实就有看到自杀案件大幅增加嘛。<实>政府其实有制定了一套指南，来自卫生部的公共卫生专家诺拉希金博士他就说啊，政府拟定了国家灾难精神健康与心灵辅导指南，同时也拟定了一个跨部门的精神健康管理的协调和合作的战略计划。 另一方面，全国精神健康联盟主席西蒂他又说到，为了配合政府的复苏计划呢，他们做好了相关的准备，来应对所谓精神健康的问题。他说到，冠病疫情其实对儿童、青年和成年的精神状态带来太大的影响，而且越来越多人去寻求帮助，也就是代表国家你要有足够有这个心理急救知识的人，提供及时的心理治疗、早期的协助和情绪的支持这些。 都很重要。现在，我来关注我们的旅游泡泡啦。政府计划让外国游客可以包机入境，去到佛罗交伊那一边。你是怎么看这件事情的呢？OK。 其实这一个,这个成呃，就是差别还蛮大的。百分之八十四的朋友认为说现在不适合，先确保国内旅游顺利再说吧。嗯、另外百分之十六的朋友认为说没问题，只要严格遵守 SOP 就可以开放了。Alexy 说这是让变种病毒进入我国社区的一大缺口啊。OK，那看到 b o 克 Michael 就说他是旅游业者，虽然是蛮希望外国游客进来，但还是要本 等本地的这个旅游稳定再开放外国、嗯嗯、，Antonio 则说没问题，我们的确诊都不输外国，谁怕谁呀、啊？来吧，这样子，然后看到其实 Q 元散他也是有点这样的感觉说，说、嗯、哎呀，死猪不怕滚水烫啊，可能是带有一些嘲讽意味吗？很明显 <laughs> 是的，我觉得。<laughs> 呃，刚刚我们一直讲嘛，这个时候正面其实挺重要的。嗯、是啊。那、啊、如果政府在呃评估各项这个机制之后，觉得可以开放，嗯、那大家也遵守 SOP 的话呢，就是个人选择了。嗯，我们一起正面看待吧。我是冠贤，我是湘军我们下个星期再见。要交班给峰哥的大成新事楼。